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在这荧幕上啊相见，我们通过西间 TV 的这个 QT 分享啊，又在这里面一起蒙神的恩典啊！我是大地教会中国语礼拜的张顺天牧师啊，这个月开始呢，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QT 啊。我们8月份过去，9月份到了，愿神的这个恩典呢，能够和这丰收的季节一起，能够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腓立比书1章1到11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听了腓立比书的经文，今天开始呢，我们分享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腓立比教会呢，是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看到马其顿人的幻象，走到欧洲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当保罗牧养了腓立比教会，然后他离开腓立比教会到其他的地方做施工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成了他的宣教的后援，还有事工的这样的用祷告物资后援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同工教会。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然后送到罗马，然后被软禁起来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听到保罗的境况之后，他们非常的担忧保罗的境况他的身体他的这个生活所以呢他们就派这个以巴佛提呢带去这个教会的慰问的物资和这样的金钱来去帮助这个保罗但是在以巴佛提去看望保罗的时候，也许是在路上也许是在这个罗马呢，他病倒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以巴佛提病倒以后，他们又非常的担忧担心这个以巴佛提的情况。那么以巴弗提他好了以后，他也听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说他的这个病倒的事情非常的担心，以后他又开始担心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牵挂他们，所以呢保罗就差派这个以巴弗提写了一封信然后让以巴弗提呢带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那么今天呢的经文呢是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候和祷告哈、啊，和以往的他的书信一样。那么我们看一下一节二节的经文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平安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和其他的这个书信书一样，是由保罗的问候开始的。但是今天的经文特别给我感动的一个呢，就是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的，就是说我们看哈，提摩太呢，我们称为使徒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啊，他是他完全的这个后辈啊，也是在人生的当中也是一个晚辈啊。但是保罗呢，却从来没有把提摩太看成自己的晚辈，而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把他完全看成自己的同工，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完全的一个同等的地位来举荐这个腓立比举荐这个提摩太来看待提摩太。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很难哈、在公司里面、学校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个辈分哈人们很害怕，如果不守这个辈分的话，会自己的权威啊、自己的权柄啊、自己的一些怕自己不受到尊重啊，都有这样的牵挂哈、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却没有这样，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啊？也没有这样。当他把这个权柄分给他们的时候，分享出去的时候，反而保罗更受到尊重，保罗的属灵的权柄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来蒙神祝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领导力真正的领导力是来自十字架的服事保罗不仅如此的对待提摩太，他对待以弗所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他所认识的他的每一个同工，他都是如此对待的。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如此的降卑服侍，有没有这样的十字架的爱和谦卑在你里面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问安以后保罗呢开始记述他对他们的祷告，也就是说平时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呢，他用在这书信上呢他给记录下来。保罗的祷告中首先是因腓立比教会他向神献上的感谢我们看三到五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因腓立比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感谢神保罗没想到腓立比教会他都非常的激动，他都非常的感恩，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他的什么样的同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兴旺福音的教会就像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的一样，腓立比教会当保罗离开以后腓立比教会不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自己有这样的持续的成长也就是教会呢健康的这样的成长，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和成长，教会也开始复兴起来，他们传福音，他们培训训练，有很好的这样的成长同时他们又有对保罗的宣教事工的这样的资源从而来参与到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所以保罗呢在六节八节里边也这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说我们一同来蒙神的恩典，然后说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对福音的兴旺福音的这样的热情在你里面
我们今天教会的危机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常常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总是停留在自己的救恩的喜乐里面，或者是只是在满足于自己过信仰生活的景况里面。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无数的宣教士抛弃了自己的家园，抛弃了自己的人生，抛弃了自己的这样的安逸的生活哈，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建立教会。我们忘记，我们今天的福音是无数的信仰的前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所换回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呢？欠福音债的人，直到你相信耶稣基督为止，直到你今天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为止。有无数的这样的代价，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无数的信仰的前辈们付出了代价，有无数的人为你来祷告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大使命，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有大使命，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使命在我们里面。那么保罗向神献上感谢以后，他为腓立比教会做了两个祈求，就是9节和10节。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保罗的这第一个祈求呢，就是在神面前求神呢，在他们到现在展现的福音的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让他们的生命不停止，能够继续成长。让腓立比教会的生命呢继续来成长成熟起来啊，多而又多。然后他第二个祷告题目是11节哈，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第二个祷告呢，就是说让腓立比教会呢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教会啊。那么成长、成熟、结果子，这是我们基督徒必要的一个生命啊。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停留在安逸的自己的生活里面，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就结束了，忽略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生命呢要结出果子来，特别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第三个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呢来去努力，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求神来给恩典。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祷告，不只是为腓立比的，而是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所以祝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就在今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通过灵修来蒙神恩典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真的让我们里面有对兴旺福音的使命在我们里面，主啊，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安于现状停止成长，而是让我们持续的有一个成长成熟的结果子的生命。求主你祝福带领，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